三把 A B C D D 型，记码。A B A B， 快啲 A B A B， 快出嚟噶！好，四把，点样搵呢个 B？ 你用三把位搵咗先，系啦，跟住记住 Daddy Finger 都要上去啱啦。好 ，B 拉拉俾我听下，跟住咧就系 B C sharp D， C sharp D 要黐埋。兩拍 minor 嚟噶，太高係啦 ，E 是的 C sharp 高 ，B C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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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harp C sharp sorry。花花度下，跟住五把，拎好啲琴先啦。點樣揾五把？第一粒有咩啊嘛？第一粒有咩啊嘛 ？C。咁點樣揾？三把位揾個 C 先，跟住然後係啱啦。呢個拇指都要上去下。唔好跌落去，突翻少少上嚟先，系啦 ，OK。你拉个 C 俾我听先，唔系好准喎。跟住 D 分开，花花 ，D flat， 太高。C， 跟住 C D C D。E flat D， 好，五把先系咩把？六把，揾个 D 先，点样揾个 D？ 揾咗啦系咪？拉一次个 D 俾我听先，呢个花花要准啲，嗰个 Daddy Finger 都要摆好。D 開始 ，E 太高啦，好近噶，下面嗰啲把位手指會埋啲噶。分開少少，企直啊！快少少 ，D E D E。唔准，唔系，系 F G F G 三四三四，呢个 D E F F 喺你企直手指，你咁样先叫企直，唔啱，呢个系 Do T Do T E flat， 唔系 E flat 系 F E F E， 你拉咗 E flat 咪啱咯。Okay,